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已经是来纽约的第二天早上，第一，对，但反正昨天落地了。然后呢，现在呢就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纽约吃的早餐，就是纽约嘛，就是充满了纽约的中国城 ，Chinatown 就是非常充满着就是非常有浓浓的中国的气氛。然后呢，我也在网上有找，就是这家银记也是非常好的，他们家的肠粉很不错，因为我在广州吃过一次。然后我在那个网上看到就是说他们就是复合的味道是很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点了个艇仔粥，然后还有那个肠粉，然后还有油条豆浆。对，然后呢待会上菜就跟大家看一下，反正就是这家也是很干净的，然后不错不错。现在呢，我们的菜已经上齐了，我们就来试一下它的艇仔粥吧。这是一个油条，蘸一下啊。它的艇仔粥有特别多料，然后一堆鱼片，然后还有章鱼脚。Hello, what's up, everybody? 现在呢，我们就是已经来到了 NYU 的那个 admission office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因为没有提前的去预定它的 campus tour， 所以满员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跟他们说一下，就是11点多，我们跟着他们进去弄一个 campus tour。然后在我的后面这个 building 呢，就是我们商学院的商学院的那个系，对 ，NYU 的那个商科的那个系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那个 business。各位如果要来 NYU 的话，一定要注册那个 campus tour。如果你不提前弄的话，不管你是来自哪个州，他都不会让你进去的，因为他这里是有那个纽约的那个 law， 他有自己的法律，然后这个学校是管得特别特别严，就是不管你是谁，你都不能进去，如果你没有那个牌子的话。所以，就是一定要遵从那个规律，然后规矩，然后还有就是要了解到当地的法律。对，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既然进不去了，然后就在周围逛一逛，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Washington Park， 来到这个华盛顿的那个公园，就在 NYU 旁边，特别特别无敌近。这一部分呢都是 NYU 的，但是呢平常人呢是进不去的，必须得有自己的学生证啊，或者是有人带着你才能进去。然后这是那个纽约大学的图书馆，一大栋楼。不得不说纽约大学还是很严格的，所以我还蛮喜欢它这种严格的感觉。就是进不去有点遗憾吧，但是没关系。现在呢，我们在纽约坐火车，是的，火车不是地铁，坐着火车去新泽西州，因为我们要去那个 Princeton University， 对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普林斯顿。Hello, what's up, everybody?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车程，我终于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。对，感觉这里就是特别的新，
然后你也会看到一些夹杂着一些古堡式的建筑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这里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学霸，对，特别学霸，这里全是学霸，太厉害了。那因为呢，普林斯顿的话是临时起意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不去 campus tour 了，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校区里面走一走就好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死亡角度，这是我们来普林斯顿的第一餐，吃个雪糕，然后再上路。这个是我们的 Oreo。它满满的 topping 都在上面了。现在呢是来纽约的第三天，也是我们这整一个旅行的最后一天。待会我们晚上7:30的飞机就飞回我们的加州了。然后现在呢是多少点？现在是12:00，然后我们11:02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是要吃东西，吃一些 brunch， 早午餐，对，早午餐。然后呢，我们是来到了我们朋友的店，这个店呢叫就是粤语啊，叫海尼斗，海尼斗就是在这里，对，在这里。所以大家如果来的话，也是可以尝一下的。它的餐牌呢也是很多不同的东西，这只是早餐啊，早餐。然后它，我看它外面还有什么鸡蛋仔啊，什么一堆，咖啡啊，然后还有，叫什么来着？这玩意叫什么来着？对，奶茶呀这样子的东西。然后这就是地址啊，这就是地址，各位，海尼斗。那我先点餐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刚才忘录了，然后刚才已经吃过了三文治，对，我爸吃的那个，然后还有通心粉，加了一个非常厚的蛋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。喂，别啦，来哇，撒了。西多士就非常港式，我也来一个。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地标，对，就是这一个。如果大家一看网上的图片，就一定是可以知道，就是标志性的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个地标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就是在这里瞎逛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就去那个中央公园那里看一下，对。在哥伦比亚大学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感觉看不到。拿一个出来，你看我手。看地下，其实。啊。好吧，我感觉看的不是很大到，但是确实啊，下冰雹了，各位。Yo, ML, anybody do that?
dance and not stay up on them nasty up. Fix things, quickies, loopies. Well, all right then. From you see me a cleanest. Those when me rocking are the fucking realest. Ching ching. In a the Louis V vest. Girl want with his green silicone and real blessed. Can a blow breeze from the head of my penis. Coolest. 现在呢，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中央公园。说实话，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来中央公园，虽然我已经来纽约很多次了。对，然后这个中央公园的话，就是很多人都是在这里跑步啊，开自行车啊，这样子特别有运动气息。然后从这个哥伦比亚大学走过来呢，其实不到10分钟的路程就可以经过两个 park。第一个是刚才那个叫什么 Morningside Park， 然后现在这个就是 Central Park。 这 Central Park 特别无敌大，所以不可能走完它，所以就让这一位同学就是开个飞机，对，开个自什么玩意来着，无人飞机，对对对对。现在呢，趁我们正在点餐，因为我们现在在飞机场，然后我们准备要登机，然后回加州所以呢，就是来做一个完结这一次的旅行呢，总共是一共看了5所大学，然后如果我个人的话，我觉得最好的，其实等会儿，总共啊这个旅程是看了5所，但是我另外自己开车还去了那个南加州大学看了一遍。但是如果总体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 Babson， 就是那个商学院，还有 USC 是我最喜欢的。对，然后就加油吧，一切都有上帝的指引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这个去探索我的大学之旅。对，然后就下一期 video 再见吧， subscribe and like， 对，拜拜。